我背六瓶水，没有人要喝半。黄石公园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走一个步道，它是可以看到就是黄石公园里面最经典的一个那个彩色的那个湖，跟一个叫做 Old Faithful 的一个地热喷泉，就这样。找一个 trail， 给大家看一下你新衣服。你们两个觉得喷泉怎么样？我本来去那边看，觉得超不清楚的。爸，你可以转过来。爸，爸，好好拍照。我好走爬行李箱吧。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 but 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 but thinking it ain'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our dreams. I'm outside.爸，这你最喜欢的，把这个一直在滚呢。哇哇哇！哇，这小孔的。那你要看啊，下雨了。哇，这用户太大了。哎呦，怎么突然多那么多人？你知道吗？你想要看到小孩？小屁！
会怕。我很迫不及待。这是牛奶浴，啊，这是绿茶浴。真的太雾了。姐，这两条路太冷了。你要不要看？可以看看。OK。我没见真的。你知道我在那里完全看不到你吗？ It's not hard to find if your grip is loose enough. How lucky to be by your side to feel your stare. Sick as a dog, I run my hands through your hair.这个温度，蓝色的是最高温的，它可以到163°F，73°C， 蓝色的那里。如果是你看到那种灰色的，它的温度就比较低，它只能大概就27°。27？对，27。这个啊？对。它根据它不同颜色，它包含的矿物质也不一样。矿物质也不一样。哇，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乳酸成分。哦，地质系的来干嘛？是地球科学系。哦，地球科学。哎，这个很漂亮啊。好，自己走。你看它背后整个都是野。现在我们已经走黄石公园的步道，已经走一阵了，依旧还没看到尽头。这条黄石公园是还蛮大的。好，配合太阳，非常好。好，往前再继续走。一起比爱心。没有，我要这种的。把背包脱掉才能行。所以哦，好，一二三，好，走一段。放松，麻放松，躺上去。地质学家，快点！这什么？这是挖的。Every year, proper. 哦，这什么？那个，这叫……没关系，藻类。很多的烟啊。我看一下，蜻蜓胖死，还有鹅，太亮了。
熊猫的。找不到路就可以唱歌了。哇，这是什么？哇哇哇！现在几点？现在2:30。哦，这个叫什么？这叫 Old Faithful。对，我们一个喷泉叫做 Geyser， 它就是呢，因为它很固定时间会喷，所以它的名字就叫 Old Faithful。你看那个那边有写 Old Faithful Geyser 那个 sign。好。因为早上看不清楚，我们再看一次。早上这里。哦，这里这样比早上漂亮。So I lose myself in labor. Time to cry when the day's filled. But when the lights turn low and there's no one here, can I shed a tear? Can you lullaby me? Oh, so baby, can you lose it? I really want that lullaby. So love my body, lullaby me.有各种 prediction， 他这个正负我们现在要去放那个东西到车上，但重点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因为很早，所以停车场那时候都很空，我们随便停车。就殊不知我们逛完，我们走完那个 trail， 然后现在带出来那个停车场全满，因为我们是 RV， 所以我们的车位最好要是可以大一点，对，两个。然后呢，我爸爸他就绕一绕，然后就有车位了，好扯。就同时前后都要让你才有那个空间，重点是超近，车停这边，然后入口在这边。
It's the lullaby straight till the morning. Oh, how we keep it going. This love is only moments, girl. And you know I'm carrying the world. My 纪念品到就开始喷了，这是我们看第三次。妈，你要不要站住？喷了，已经开始喷了。在这个喷泉，你觉得什么特别壮观之处？哎，大自然的美哈，喷的这如此的漂亮。喷泉，我不跟你讲话，我们岛上的风景就跟这时候现在不一样，不一样。看一条路线，说前面有，那是白神，白神就是牛啊。这里才是绝佳观赏地。爸在看什么？这都很清澈的，很清澈。嗯，这感觉是，但这个像。你认真吗？你这个转播。I was a painter, a saint, and an activist from the comfort of my duvet. You know what? 现在这些地上像石头的东西，全对土色就是这样，一颗一颗，全部都是垃圾。哦，可是就是见不到大便的猪。在拍大便吗？这是我们今天看最后一个喷泉。今天看到第四次。他是车祸。哎，碰到方向盘了，也在那边起争执了啦。猜有几公里？50？70？哇，你们都退得太好了。100又不可能。你猜有几公斤？八十。88。八，你叫八八。我是88。你这样子啊？那我叫88。那你呢？你几公斤？出发自己。出发自己。还可以分出发全场，再进回去。装潢很漂亮的一个饭店，饭店的餐厅，饭店里面的餐厅，对，饭店里面的餐厅吃饭，然后他吃准备，可是呢，我现在真的吃不下，因为我今天喝很多气。哇，你不跟我嗨饭？哦，再一次。你给我的那个牙线包在哪里？转过来，刚好就想不要走。没有，你看这很上面，你知道吗？哈库妈妈塔塔，我是说上面一个木屋，最上面。这上面 on the top， 很漂亮，嗯，这也很漂亮。然后这里面有礼品店，我刚刚也有去逛，整个都木头。
我们现在在黄石公园里面一个叫做 Yellowstone Inn 的地方，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吃它的吃到饱餐厅。它吃到饱餐厅一个人是24.99，所以加税以后大概25.5块或是26块。然后呢，希望它有智慧票价，反正等一下就是要入餐厅里面，再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智慧这个票价喽。这个人饿到很生气，转过来录我自己好了，这样大家还是可以看到这餐厅的背景，是一个蛮有气氛的餐厅。这真的太夸张了，我们在这里面排队吃个饭要，连吃个饭也要排队，很超长。我喝蛋加卷汤，那个鸡肉和牛肉，来拍一下。对啊，这叫奥利佛美，就是。有红豆大豆的汤，你现在就直接从中间拿了。我觉得还蛮好的。普通。啊，我忘记我的相机是垃圾。哎，要曝光，我们都是。曝光什么？就是那个曝光，就那个10秒的那个。现在上面很多星星，是因为这里没什么光。所以其实很清楚，就是我相机拍不到。